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，你我之间只有枪火。当心炸药桶！哎，打死你！哎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又一个。 一刀砍他们，合不拢嘴。走是什么意思？你还玩诛仙？死吧你！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 完了，他这有闪呢。 就你这操作手感怎么还敢选卢锡安呢？我操！完了！哎，有傻逼了！我先把一个桶子等桶子转好，我才能走上去的。其实，算了，给他送个人头吧，别说我欺负他啊！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 帅我！人人有份。但是我兵线好像有点卡不住的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脏东西！ 为啥不杀他？还想着去繁衍？就需要渣子，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扔出渣。 卢锡安，希望他玩完这把卢锡安以后不玩卢锡安了。爽到极点，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 我心里枪没打着，我操，全残，可惜。
人有份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丧钟killing spree shut down。更多火药，砍断他们的骨头。好，下波他有闪，下波我没有闪。又一个。他们的世界将塞满深渊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。这把我感觉我要赌泉水了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说。他怎么没伤害的？嗯？这是咋个意思的？在弄完。我是故意死的，我要给兄弟们打个五二一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这个石头它后面可以合什么装备啊？就这个石头啊，它后面可以合什么装备啊？哦，和神话砖的。一次转身，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可以和两个神话砖。这个装备我看的好陌生呢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当心炸药桶！啊！我言语毫无，无法想象。给我们车没了。杀手码头上，好打断。Supply motherfucker， 为什么我的闪现没有声音啊？更不会放
好几次了，我的闪现没有声音的，我操！更多火药！我看起来很开心吗 ？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The blind motherfucker.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对呀，再丢一个给你 A 呀。人人有魂。你喜欢 A， 你给你 A 嘛，我 Q 你就可以了，我都不用抢筒子，他 A 一个筒子，我 Q 他一下。请问他 A 多少个筒子他会死？带给所有人。当心炸药桶。木有大，木有大，木有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被割开的喉咙都早就已经在痛了。更多火药！脏东西，背叛，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完，收到。哎，我直接走就好了，其实不应该想那么多，直接走就好了。谢硬邦送的邦卡，谢谢硬邦的邦卡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What the fuck？ 烧了，萨拉斯带怎么走的呀？我要把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哎！我在玩什么东西？我在玩，玩的他妈蠢死了！完了，兄弟们，我厌蠢症犯了。谢晚末易清书送的丘比特之箭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谢谢。死亡。
王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当心炸药桶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炮火烽烟，更多火药！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跑！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烧吧，留着吧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为什么有的对局没有传送门？因为有的对局里面没有 VIP， 传送门这个东西需要 VIP 开通。但是有的时候对局里面没有 VIP 的话，就开不了传送门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当心炸药桶！你怎么个意思啊？严重和海水中重生。这打不死他呀！更多火药！人人有份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充了 VIP 可以踢人吗？不推荐，因为你不知道谁是星月会员五。如果你踢的那个人是星月会员五的话，这个踢人功能会反弹，会把你自己给踢出去，所以一般正常不推荐你踢人。他妈老他妈 Q 不到筒子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当心炸药桶！我要暂时远离沙漏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
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又一个，想见了吗？渣子，我在火中找到你的憎恨。好歹你洗个澡吧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存在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消化。Has destroyed. 把他们连起来。像盾牌一样。Rampage. 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。两发 Q， 一个 AD， 奥利给，兄弟们！大了我三次，全空了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人人有份，想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全都烧成渣。雷哥巴让你 A 我桶子的，打人就打人 ，A 人家桶子一点礼貌都没有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死亡的潮汐将归来。我擦！你还以为你多肉呢？他真敢回头 A 呀！哦，他有盾，怪不得。咕咕咕咕咕，舒服舒服。